乘风破浪成团日，爱乐之城启航时，我们的姐姐们呢也将迎来成团后的新的挑战，就是用姐姐的爱乐之城开启一段环中国巡回打歌之旅，用音乐表达他们的内心，用歌声传递美好和祝福，也治愈每一颗受伤的心灵，激励更多的女性独立自信不断的成长。爱乐之城扬帆启航，三十而立，青春归位。感谢三十位姐姐带来绚烂而动人的夏天，感谢每一位浪花，谢谢你们。我们的人生哪有那么多的一帆风顺，但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一路乘风破浪。我们下一季再见。再见。